阮拢无想到水库的山顶还有人住在遐。伊讲，因为因老母外头住袂惯势，所以一直唔敢搬。伊怨叹讲，有人是有路无厝，也因是有厝无路通行。唯一的好处是免惊无水通食。朋友若要相找吼，拢着我带一罐泡仔来，远远放开大大声，啊通知伊使船来相载。伊讲带深山拿来，啊，搁有朋友要来，就亲像办喜事咧，放炮啊嘛合理啦。伊讲这句话时阵，阮好亲像看到伊的寂寞甲无奈。TVBS 无线电视，事事关心。